们是跟之前充实。对呀、啊，我们本来没有要做成一册，他们说他们要拿我们的成果。没办法，我们那个执行长是许宗孝，副执行长是苏卓熙，一定要给啊。我没有缺席。对呀、啊，缺。他有印很多份啊，我跟他们讲。对，他印很多份。现在你天有在看到我跟他沟通来有了。我上次去台中，我说那个台中一看就是桃园做的吓到了。就是你们做那个知识体系啊，他们吓到说做成这样，对啊，他们以为是，以为那是学者做的，地基早告诉我们，都是你们把我们是一个站出来的，我哪里有，你们自己比较厉害，我哪里有，买香烟的，我去买香烟，好啊，还有一块烟，水果啦。没有，你知道，没有，你还在讲的是那个什么，那个，我是怎么做的？哇，没有，做花瓶。对，原来他会站起，他会做，你看他不会这样，对啊。他其实是阿美呀，阿娇阿美。我觉得他是阿美，还叫美雅。美雅，他是阿美加太阳。太美了，你们。太美了。我是太美人了。美雅站起来。好，一直赖就是看到。我一直以为他是阿美族。对呀。因为阿美族的母那是地瓜，对不对？我就是阿美，就是我的名字。什么族？你叫母那？我叫母那。你们剩下的母那是瓜牛。其实我也不是。哦，颜真老师你是最特别的。哇，你可以编成这样。那我要再去哪？还是我结束？好，再拿再上去吗？这里还可以到这里。哦，好，再给它紧一点没关系。然后再编另外一边。好，我去。每一个都是真的，这么快的。光明媚啊！因为泡水，他本来一下子干的跟你的一样。泡比较久了。你没有看他这个孩子，这个孩子真的很干。我刚刚把它冰到。这个就不会。我怕它会毛毛。你要烧的话，老师我就可以烧了。你要烧好的。啊？我已经烧了。是啊，谢谢谢谢。烧了，还要烧过，把那个熏熏了这样子。来两个，像他那样，来两个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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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哦，你为什么那么乖？漂亮，还人美就好，真的美。你看我的天天结果啊，对呀，看我的天天结果啊，你就可以啊，当花瓶啊，可以，可以的，漂亮。不过没关系的，没关系呀。啊，紫米色啊，出来一百多颜色哎。还四点十五了，啊，没关系啊，自己会收尾。收尾，然后赶快收尾喽，收尾。没关系，我待会儿来不及了。我要去吃点心了呀。给大会报告，我们还有五分钟哈，五分钟，那还没有的，我们请尽速收尾。收这个要怎么收尾？要收起来再走。哦。然后去慢慢烧也可以啊。嗯，就把这毛毛的烧掉。可是都烧了干。嗯。过皮下去。还没有。漂亮，现成的花瓶呢。嗯。
也是，我这个会不会太宽？有点宽哈、哦，有点宽哈、哦。要不然我拆掉一些。我可以当花瓶。鸡汤，鸡汤有方便等的啦。没有啦，他自己要他总要念念。这种感觉是有一点太宽太宽了，是。给它卷，哎，有一点，对，有一点往下压的感觉。在哦，然后要不错，所以还要看一条。你特别哦，这边的。对，你都没有发现这样的。说过来的。所以一个方式都不一样。所以这里你就看到第二件课，那之前我有上过那个。是我们的力量都会微掉。我在东河啊，家里也嘛，你们住那种小小。不要怕它宽一点，就不要怕它痛，收下它一点，然后再往下。这样吗？这样吗？也可以这样。给他往下搬，下个礼拜一，下个礼拜一，好，可以，每一个都一样，这个都一样的，都是，觉得不是很特别，好，我觉得我们还要想。到这个要做什么、哦？就是我们没有先到的概念。我要画那个台在里面，冬天可以取暖。哦，短短的收尾就好了。哎，短一点的像我是这样，不要那么长。我还算很快。稍微短短的。手脚很利落的意思。所以才要当老师嘛。对。那我说你再短。没有啦，老师们教得很好啊，教我们就会。不去年。哦，这边吗？每个吗？不是啦。那个接头的地方要剪掉的地方，全部要黏黏胶。这种的吗？这种。这里都要涂，这个也要涂。顺便黏以后，然后差不多，你如果回去修剪也可以了。好。好。每个人的造型都不一样，对，手不一样，这个才叫不是同一个人。这好像你这样反过来就变一顶帽子了，你的底是不是要帽子？这个帽子吧，真的像帽子嘞，如果戴口罩大一点就可以戴。这个是帽子，不行啦，没有那么小的帽子。啊，对婴儿来讲又太硬了，他是受伤的。老美养的是鱼篓哈，就一直一直自己编啦。对啊，很像装鱼的鱼篓。对啊，我一直感觉好像像鱼篓。可以装虾。对啊，这个好像也比较胖一点。还有吗？可爱娃娃。可是每个造型都不一样哇，真漂亮哦！肚子饿了，你先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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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不
不小心就给他做成这样。这也可以啊，这只是应该是有点点失败，然后一直变形变到这边来。对对对对，好像是这样。没有，这没有叫漂亮，没有错，没有，就是给他调整。因为像我们的阿妹组装那个百福赖的其中花的装起来，是花鸟，不是我用，不是生产，是对这一个楼，然后装青蛙的，这个盖子，对，把盖下去。哎呀，好像哦。我觉得是我太没晒嘛，哈，全部的边那个跟着肩了，哦，他那个更轻啊，对啊，那你抓青蛙，抓青蛙刚刚好，可以插到底下嘛，哎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你可以当花瓶耶，我反而喜欢这样当花瓶，一直变形，一直变形，一直变形，刚刚好，你在说我每一个人，对，我刚刚要欣赏别人，因为他一直往。往内缩，我往下一楼嘞。对啊，刚好下一楼，对，老师帮我把它调调调整，不然那样歪歪。哇，真的很厉害，要变化哈。你要看看，所以你看，没有一直是这样，这个在这里，这个在这里，这个在这边，这个在这边，对，就这样缝合，还会有一个缝合。可是我这个变形的哈，是也还 OK， 还可以哈。还有老师帮我抓回来，回去都可以放那个花了，可以了，直接了哈。老师教的，老师你们很认真，在那里学的很快，差不多。